真係好趕好趕啊！其實每一朝早咧，我要化妝之前咧都好趕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我有好多嘢要做嘅，要補濕啦，要搽好多 skin care 嘅嘢啦，希望咧令到啲皺紋咧可以冇咗。但係點樣都喺度喎。咁因為咧，其實我哋女人就真係好忙嘅。去到我呢個年紀咧，新陳代謝慢咗好多啦。我哋體內嘅 collagen 咧又流失得好快喎。好在有朋友咧介紹我飲呢一個 collagen drink， 呢個係日本超紅超出名嘅 collagen drink 嚟嘅。咁我打算咧由今日開始飲一個月。看看有什麼效果，再跟大家講一下。今天呢已經是我第五天飲了，你看我頭都未梳就立刻起身飲了它先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早上是特別吸收的，另外呢它的味道呢是甜甜地挺好味的。那有些人就喜歡加一些蘇打水進去都可以的。其實這幾天呢我發現就是皮膚沒那麼乾，沒那麼掹緊，就算不記得 full mask 我都不怕咯。我會飲多幾天再跟大家講一下有什麼效果。今早太趕出門口了，忘記了飲，現在補回先。其實第一個月只要每日飲 50ml 就可以強效鎖住我們失去了的 collagen 了。第二個月開始就可以飲 25ml。 其實我現在計算一下，我已經飲了兩個禮拜了。你看看我的臉漲不不的。其實我上網 check 過一些資料，為什麼這個牌子的效果這麼好呢？其實跟它的 collagen 分子極細有關的。它用了一個叫做雙重水解技術，就是將那些膠原 BB 水解成為2000道頓那麼小的小分子。其實市面上的牌子大部分都是3000萬道頓的。那你想想3000萬道頓和2000道頓爭咁遠，咁梗係吸收唔到啦，太大吸收唔到，飲咗咪等於冇飲咯，係咪？咁其實我自己都試過好多唔同嘅美肌飲品嘅，咁我發現呢個牌子咧係明顯地吸收得好好多嘅，吸收得好，皮膚咪就會自然好咯。直至到現時咧，其實我已經飲咗一個月嘅時間噶啦喎，你哋快啲過嚟睇下我啲眼紋先啦。你知唔知以前咧我啲眼紋真係好犀利嘅，一笑咧就已經一扎咁出嚟，咁而家咧真係好明顯減淡咗。另外咧就係我嘅法令紋啦，之前都深嘅，而家咧都係淡咗好多。仲有咧就係我嘅毛孔啦，我嘅毛孔咧我而家可以好 proud 咁話俾人聽我有 BB 肌嘅，係咪好神奇呢？不要看它这个 50ml 小小杯，其实里面已经有 12500mg 超高剂量的 collagen 在里面了，是 12500mg 的 collagen。 你知道其实在市面上的胶原粉或者是胶原饮品里面最多都是得 3000mg 至到是 5000mg， 所以呢这个深霞人丹这一支是超劲的。嗱，呢一支 collagen 嘅效果咁好啦，因為咧佢其實係日本大藥廠出品嘅，大家咧只要每日花10秒嘅時間去飲用咧，就可以令到自己嘅皮膚焕然一新，係咪好抵咧？